哎，俩人说这个话，说了一个传统节目叫做说暖话，对的，表演的很精彩。乐哥呢，在我们队里啊，很多，哎，对，好几个都来我们这，人如凤，身如香，对，啊，张如森，没急如飞，李荣坤，程龙宝，没错，哎，好些个如何的势力，是，您说，来你心里边，我待会儿说，这几个如何哪个最优秀？你要让我说吗？哎，你是诗歌头哎，我认为啊，这是最优秀的，谁？这个张如森，哎，为什么？首先来说，长得就漂亮。形象，哎，形象，大高个，会的也多，不但会说相声，会唱歌，对，笑什么？不是，笑什么？这怎么你也喜欢他？会唱歌，是，会跳舞，会的多，最拿手的什么？斗地主，斗地主，相声演员说学逗唱斗地主，哎，打麻将啊，打麻将，麻将是人家最差，对，打麻将这个艺术形式啊。这叫什么艺术形式？麻将不叫艺术形式，不叫艺术形式，娱乐娱乐啊！当然，我们这些做师弟的呢，跟那些个头里边那些师哥们比不了。头了还有师哥？当然了，你这个哥的、贺子哥的、有的这都是师哥吗？对啊，你像有的哥的岳云鹏啊，岳哥，张云雷，我们队长，郝云胜，京剧神童，栾云平，吴富龙，关云长，我们。连云港，这俩都不是，这俩不是。关云长的能是吗？贺子哥的也有成，来介绍介绍。优秀的，咱们东北籍的贺子哥的演员特别多。来两个。孟鹤堂，哎，孟哥现在火。张鹤伦，唱的也好。陶鹤阳，烧饼的捧哏的。玄鹤门，这很好。王鹤楼，后头这俩师哥我都抽过。你胆子不小吧？你还敢抽诗歌？哎呦，您这后边说都烟卷的名字呀！九子哥的啊，九子哥的，这位就是九子哥的师哥，叫我二婶，姓董，叫董九立，这是我的名字。哎，啊，好，这个我这还有我的托呢啊，不容易。我师哥呀，一场相声挣200块钱，雇这几个人呢，就花了2万。我们家可能花。要一个氛围，要气氛，哎，就是为了大伙儿都高兴。富二代嘛，富二代，像像我也富二代，对对，就是你爸没儿子，富二代。我知道您也会高山求子。董九龄，什么这个张九龄，哎呦，大师哥，王九龙，他的捧哏呢，周九良，哎，杨九郎，我们队长捧哏，夏九流，对。下说实话就不好好说，后边这也不是，也不是，前面的都是吧，都是明星。到萧子哥都是大腕，萧子哥秦霄贤，老秦，哎，没有了，没有，没了，就秦霄贤啊，最优秀，最优秀，能够再跟他达到一个 level 的已经没有。你介绍介绍自己啊，我不值一提，我不值一提，各位可能不认识我，自我介绍一下。好，我是郭德纲。嘿，哇，这么嚣张！你说跟师傅同名吗？没跟他同名啊！你介绍你不萧子哥？我是郭德纲第四和萧子哥的徒弟，大喘气喘。学生姓马，叫马孝胜。啊！师弟今年花多少？那我估计得15万了，按咱这比例来说，是吧？我们那些师哥们，刚才我说的，就是那些师哥们，都很优秀，特别好，明星大腕，轻易的不来咱们小剧场演出。他们忙起来，都是到各个城市的大剧院、大剧院。现在他们比咱们费身体，人挣的还多呢，是吧？他们都叫香港小姐了。都叫香港小姐，还是都找？不是，他们媳妇儿都是香港小姐吗？别老瞎说清楚，别老瞎呢。戏院、剧院，哎，对，哎，大剧院里边没少去演出。对啊，真是。我们这些小演员呢，常年的就在小剧场。哎，我们在这上班。当然了，小剧场我们也得卖力气，是吧？那肯定。
对，我们也很兴奋的给您各位表演。这是立德，尤其是今天观众，嗯，来了这么些个，不少，骑满坐满，这这还骑满坐满。念念小说吧，哦，小说吧，是。一个人你怎么说？这不是空的吗？实话实说。对呀。感谢现场，嗯，40个观众。我差不多点说50个观众，嗯，还不好对对吧？有的观众来啊，为了怎么说呢？听相声，有的呢就是想打个卡，对，到这儿看一看，嗯，还有这个热心的观众干嘛？人家老在这录像，啊啊，录像，录完相呢，被公布呢就发到网上，那不好事吗？嗯，宣传宣传宣传呀，要往好的方面宣传呀，对吧？感谢现场50个观众，嗯，发出去了，对。那么网友那是千千万万的，你看有德云社，德云社不是一票难求吗？对，怎么就50个人啊？对我们造成不好的影响，哦，对吧？写了负面。对，所以说呢，我得重说，我得重说。哎，好嘞，感谢现场，嗯，14亿观众。多说一点啊！我希望人多哦，人多就热闹。是，当然呢，今年观众虽然人不是很多，嗯，也很热闹。一个盛世呢，要感谢观众，感谢您。今天对比气温，嗯，-10度，他也没仔细看，-10度，是这么冷的天儿，怎么样？还跑到我们这儿来听相声，多出这个问题，这说明什么问题？什么呀？买了票确实退不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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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想看，我们也看不见，你也半年没见着。对，各位徒弟，半年都没见过师傅了。嗯，至于我师傅是否还健在，哎呀，我师傅死了啊，师傅死了。对呀，啥时候的？不是，这不是你说的吗？我什么时候？我说是否还健在？我这是问法，师傅死了，这叫探讨。别录话，14亿观众知道这话是我说的吗？我跟你说呀，我是什么意思？是否还健在？嗯，就是说他有可能，有可能还健在。这咱得确定了，师傅就是健在，就是健在。嗯，你怎么那么肯定？他给你做梦了。这做梦还是？如果他不健在了，嗯，他怎么通知你他不健在呢？他应该由郭麒麟通知。哦，对，家人。哎，郭麒麟呢，就是那个他所谓的儿子。对，别说了，你怎么什么事都含糊？人家就是他儿子呀。哎呦，啊，是吗？是啊。不对吧？那他跟我问含糊吗？不对吧？不对吗？你是你爸亲儿子吗？我是啊。你们家哥几个？我们家哥仨呀。啊，哥仨。哥仨啊，你行你啊，我行二，你行二啊，你大哥叫什么呀？我大哥，你三弟叫什么呀？我都姓董啊。我没问，我没姓什么。嗯，咱们哥俩这么近，我不知道你们家你是独生子吗？我怎么还得独生子？独生子哥一个呀。我认俩把兄弟，认俩把兄弟，那是你爸生的。我们家不是我是打算给他加进来，加进来咱不是亲的。哦，必须是血缘。那当然了。那郭麒麟有血缘吗？嗯，你给我问含糊了。你这个表，嗯，是有是没有吗？我不敢确定，但是我就思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看我是我爸的亲人。嗯，我们家哥一个。对，你是你爸的亲人。嗯，你们家哥一个。那算一个。我郭麒麟是亲儿子。嗯，为什么还要要老二呢？对吧？讲道理。哎呦，讲道理。他都快50了，他要一个老二。对吧？50多岁了，那不容易，对吧？那得拴娃娃去。对吧？说师傅老当益壮。哎，老当了，老当了一
状，印状啊，就是，咱姑且算吧，是姑且算，对吧？啊，别算就是啊，就是二儿子。郭麒麟通知你师傅不健在了吗？没通知，他没通知，没通知应该有老二郭文阳。嗯，郭文阳通知你了吗？没通知，没有。都没通知，应该有师娘王慧通知你。师娘通知你了吗？师娘没跟我说呀。好吧，好吧，完了完了。嗯，这不是我师傅郭德纲去世，哎，老郭的命门了。还有部长，这都是我师傅的仇人。你是师傅的仇人吗？不是，我是他的亲人。你干嘛这么说呀？我就是表达一个我心里美好的愿望。我心里美好愿望，希望他永远的活着。啊，对，是希望师傅健康。哎，永远的活着，真的。作为徒弟来讲啊，当然，说的外头一点，也算员工，对吧？对，应该都应该感谢多少？那师傅给的评价。对。没有郭德纲老师，嗯，没有德云社那么多的剧本，对，没出演。哎，没有郭德纲老师，我们不能有这么好的评价。哎，对。没有郭德纲老师，我们不能挣这么些钱。郭德纲老师，郭德纲老师，是我心。你干嘛呀？老哪儿跟季哥的似的，不好，徒不言师，不要老这样说啊，不好。哎，要尊重一点。要尊重一点。郭君德纲老师。我们师傅日本人，什么叫咱们师傅？对呀，我们师傅嘛，那怎么说？那郭就那叫郭老师，郭老师，嗯，郭老师，郭老师，哎，对，他永远活着，对我们才能更好的骗钱赚钱。我没听没多清楚。当然呢，我们作为徒弟来说呢，是也是那个怎么说呢，边边沿沿，叫边缘吧，哎。怎么说呢？因为徒弟分那么几种嘛，我老老说嘛，第一个爱徒，哎，这有一个爱徒啊，有罗云平，对，他最喜欢这个，没错，还有呢，儿徒，儿徒，哎，那个湖北的烧饼啊，哎，跟罗云平介绍，咱在小时候就跟郭老师学习，没错，我们算学徒，我们就是怎么说呢？都念过书，哎，就半路来。上过学，学完之后呢，也觉得工作也很难找，是吧？当网红呢，咱这个脸也不行，怎么办呢？哎，说相声可以，啊，就来这说相声。学手艺，但是郭老师教这个怎么说这学员吧，他也得怎么说呢？有要求。什么要求？第一个来说吧，比如说这个人品德不错，我看看老实巴交。哦，先看那个。哎，没有偷奸耍滑的状态，这个怎么样？师傅喜欢老实孩子，哎，这个年轻漂亮，年轻漂亮，长得好，对，我要，哎，这吸引观众啊，对，再有的呢，就是我这个，长得搞笑，哦，是不是靠这个挑的你？各位，长得搞笑是对一个相声演员极高的评价，是吗？站这儿看着呢，这就都不好多省事。哎，多省心，那是一种特殊能力。哎，对了，我不是，我没有那么好的那个天赋。那你是什么天赋？我主要我是打在了郭老师的麻枝上。哦，我知道了，就是我跟他爱好相同。您什么爱好能打到他的麻枝上？郭老师除了喜欢相声，舞曲是，就是戏曲。没错，喜欢唱戏，喜欢京剧呀。对，我说相声之前，就唱戏。你唱的戏？对，最早我是一个戏子。哈哈哈哈，最早我是一个戏子，还美呢。那戏子跟那相声留的词儿是一样的。什么一样？那老话都忘了。那老话什么呀？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的就是咱们俩。我是戏子。哎呦！我不是那种。尊称是戏曲演员，你得说自己是戏曲演员。不行不行，演员这个程度呢，我觉得我还有点达不到，不能称之为演员。那您是太太？您就太太，叫太太，您就太太，戏曲太太。啊，也管我叫艺术家，别拉倒，大师，角儿，哎，我就是大师角儿。哦，对，他是那个拿马桶都冲不下去的大师，拿马桶拿水冲呢。好家伙，您哪个来这个？来哪个？您会唱戏吧？当然了。您会唱什么戏？京剧。京
剧的在行拿手啊。那行，你拿手太好了，来，当着各位的面，你给展示展示怎么样？观众特别热情，怎么着啊？除了这个少数观众跟我们掌之外，大伙都鼓掌。但是各位我还不行，怎么来？因为我唱戏呀、啊，啊，一个人不行，怎么着？得有跟我配的，啊，跟我配的那些人都没有配，还得跟你配。对，这什么叫配？配什么呀？配戏呀、啊，把戏字带出来。配戏，配戏没问题啊。哎，我给您配戏呢、啊，你会吗？我就会一点儿。那我不跟你玩。为什么我不得唱？你我专业，我是泰斗。你是什么？你充其量算一个瓢影。我怎么那么费身体呢？您瓢是说票友什么爱好叫票友？哦，票票啊！说清楚了，票友。哎，对对，票友怎么了？我这向您学习行吗？那你跳个戏吧。干嘛我挑戏？您挑戏？您不专业？我不能挑戏。为什么呀？我会的戏太多了。您会多少出啊？京剧我会三万出。三万什么？三万就是比你雇人还花五千，多花五千。哦，您京戏会三万出？三万出。我会三万零一出。怎么又多出一出啊？我想一出是一出。看出来。哎，会太多了，随便挑你都不会。要别挑，我听听啊。嗯，挑一个啊。挑一个。光棍激情的一宿啊，这听着还是嫖友的戏啊，真的没听过。嗯，再挑一个，再挑一个，寡妇放荡的一夜，这俩是一出啊。对，这大哥说的多清，这俩是一出啊。没想到来同行了，什么同行？他也是唱戏的。您别想，您是不是拿我取闹？这挺闹啊！您这样啊，您要说您这不好意思挑，那我可挑。我早就说上了。那您救济着我，来吧，我救济你干嘛？我比较熟的就一出《黄鹤楼》啊，《黄鹤楼》啊，《黄鹤楼》啊，《黄鹤楼》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人家报的是周放豪，是吗？《黄鹤楼》不行，对，就按着是报的周放豪吧？啊，我说是呗。啊，我怎么着周放豪啊？啊，你非要唱周放豪？不是我非要唱，你这报完了，你还黄鹤楼那叫什么？到时候演出不服，人又举报你了，咱们这都是。您不是让我挑戏，咱得用人物，对不对？那有不挑啊？那行，我没问您喜欢唱哪功啊，对不对？我不知道您那角色什么的啊，什么叫哪功？哪功就是您唱什么形象呢？什么叫形象？生旦净末丑。生旦净末丑。对，我哪个最拿手？没错，生旦净末丑，我最拿手的啊，您最拿手的生旦。啊看什么呢？我看你吓没吓出来呢。你们擅长于生蛋，不是下蛋，是生蛋。这个区别在于生蛋生角儿就是男性角色，蛋角是女性角色，知道吗？男的女的我都能唱，对不对？没看出来，还是个雌雄双体的角色。行，对吧？那您生角蛋角已经到一个瓶颈期了。哟，都有瓶颈和瓶颈期。那您要这样，我就更得向您学习。我现在啊，主要研究净。哦，您说的是花脸。哎，对，哦，花脸叫净行。净行，知道吗？哦，那太好了。那我平时喜欢听老生啊，哎，就您刚才说的生啊。好，那咱这儿咱来个花脸的老生合作，就您刚才主持人报这周放曹，这正合适。正合适吧？行吗？那当然，必须得合适。那咱来周放曹。周放曹吧，行吧？哎，那咱这样挑选一个吧。啊。按照您唱的这哪功，咱挑个角色呀？不用挑，都给你。都给你。你不是向我学习吗？是，对吧？你就唱，然后哪儿不对呢？我教教你，我下回在这坐着。哎，这您跑这怎么看那傻小子来了？别呀，咱不是主要看您吗？我是给您配戏的，您忘了吗？哦，还是主要看我呢？主要卖给您呢。哎呦，那你是活跃者。哎呀，我是活跃者。我说主要看我是吧？您不说您不能演唱的好吗？是，我是，是吧？是吧？是，我听您这行话。哎，错不了。那您这样，捉放曹的主角归您啊，曹操归您，我来曹操，行吗？我来曹操，你来谁？大花脸。那我来老生，那我来成。中谋县令，好，好吗？可以，行吧？可以。瞧您呢，还得辛苦再赶个小花脸，小花脸，小花脸王顺，王顺我也来啊，我来俩。哎，对，来，你来一个，行，我来一个，可以，好不好？好，咱这角色就分完了。是，您收了以后，我打点桌子，还搭桌子，咱把这场面分出来，哦，好不好？要是。
咱们唱不开，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这边为上场门，这边为下场门，好不好？好，还需要一把椅子。你看这个椅子呢，我是不是得拿一下去啊？椅子啊，好，差一把椅子。是这样，这个就是本身的这边我呀，是这个椅子啊。没事没事，就差一把椅子。要几个椅子？一把椅子啊，一个椅子就行啊，两个椅子就二椅子了，哎，是吧？啊，本身呢，这个唱戏啊。然后呢，后边又说相声，要不为什么来这么晚呢？还是说相声？我这个师哥呀，我这师哥是，走了哈。我这个师哥呀，特别的好。需要一把椅子呢，他就颠颠的赶紧搬去。你说，按理来说，是不是应该师弟去搬呢？我刚才问你，你没理我呀？啊，他都搬回来了，搬来了，对，搬来了，太棒了，行不行？赶紧的，把寿衣给我穿上。什么您呢？寿衣，弟弟，我看你这气色还能活两天。我肯定在死你后头，你放心吧。怎么这天儿也能秒冬眠呀？谁呀、啊？你干嘛寿衣都不能？唱戏穿的那个肥肥大大的花花绿绿的，这里有一个尖兵，就着一个鸵鸟，带着一个救生圈。这玩意儿能化到一起去吗？这，您说的是行头？行头，哎，行头有吗？咱也咱都不知唱，也没行头。乐队请上来吧。乐队啊，没有乐队。那乐队怎么办？咱叫打嘴学，你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你打家伙。拿嘴打架好吗？我没这么来过啊。那咱就试样样，不主要是帮着您唱。哎，我太久没这么来过，行不行？行，可以。只要给您拍戏，咱就归后台。归后台了，那咱就开始。好好，您是头吗？我是头的，好吧。啊，那我先打家伙，您上场啊。我打家伙，您上场啊。你谁先上啊？谁先上？那成龙先上吗？哟，真懂戏啊，不新鲜呢。行吧，俩都棒着呢，能干吗呢？那我来啊。那不客气了，不客气了。您来吧，我打架吧。咱桌槽放槽这一出啊。对对，绝对没错。来吧，我老觉得行不住。来吧，来了啊，哎。师弟啊，你最近是有什么事情特别压抑吗？对，是有点压抑。为什么要打家伙？你让我打家伙吗？不是，打家伙，打家伙，你得打小锣啊。好，没问题。我没说清楚。满足你。对不起，对不起。配合你，完全你配合你，好好好。他就喜欢。今天的目的就是当众揭穿你。好，来吧，咱开始了，来吧。您专业，您凑合着我。快点吧，来啊。小锣。小罗，小罗嘞，别小罗了啊，还老罗呢，老罗，他保证达到了。C 罗，你在这别 C 罗，没戏。不是说打小罗就是喊小罗，那怎么着？您得打响了，挺响的，大贼，好大贼，对了，好贼，来，好，这还用说呀？来，快来，嗯哼，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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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样就别逮了。对呀、啊，我以为让我说一点儿。没人逮了，这是不逮。好嘞，不逮啊。哎，哎，哎，我师哥万事不随了啊，老外这个。黎民百姓乐笑呀，没一个乐的，乐什么笑呀？
虽然七品烂官小，这官也不小了，知足吧。一品丹青饱含的茶，说的什么乱七八糟？这京剧边还有捧哏的是吧？还一句一捧的这个。对，你刚才跟我捧，我跟你捧捧不行吗？我不用你，我不用你，打家伙就完了。来，本请来，行臣来，民工来，自公台来。谁打我打呀？没起来怎么没完呢？我这看着我这坐下了，咱就不得了。哦，一坐就不得了，一坐下就不得了。得，哎，怎么还得呀？没坐下呢，我赶紧坐下吧。昨夜有邓老禅师书信到来，命我捉拿刺客逃逃。我与明王顺德自奔大唐，今到了这般时候，未见究竟。昨夜左右，你还不如他们呢，还不如他们，废话，加过点也行啊。废话，你花两万五千块钱，我挣着钱了吗？我在这里边晾着我是不怪人的，对不对？你好歹你给代价呢。啊，我说左右这喊一句右行不行？哦，不是得呀，是右啊。对呀，旁边干了站中间。好嘞，好嘞，好嘞。左右。又伺候了，又对又伺候了，又对又伺候了，又你们把你的工资给他们了，我头一次看桌门口群口下台带观众的。让你伺候，你能不能理理我？好歹是个县官儿，对不对？你左右你小花脸王顺该上场，大家必须我来啊！我心想你不来这小花脸吗？所以又伺候了，要来了大爷呀！跟你揉揉腿，跟揉揉腿。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说，你去到云南发生了什么呀？没云南，我去那海南。你呀，啊，你呀，怎么了？什么？你让我伺候哪？还能伺候啊？我这能点什么服务啊？不是什么服务，我一中牟县，我成功，我点什么服务啊？哎呦，当官的那服务怪不用，我是说你那角儿，因为小花脸王顺，王顺，对呀，啊，我这工厂没法来，你不赶一角儿吗？该上场了。哦，王顺该上场了。对呀，好嘞，家伙就放这儿来吧，来啊，所以又伺候你，恩恩回去。好的，我往这坠尸了。不是，你这不能闻他呀，叫完叫完，我老生我叫完，你小花脸你得哎嗨，哦，小嫂子对不对？那太监，什么太监？来来来，对，六四五零，哎嗨，抬抬定定抬，哎嗨。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啊，好嘞，所以又伺候了，嗨嗨，抬抬令令抬，捉拿曹操是苞米太爷吃，苞米呀，啊，你说苞米太爷吃，还面包呢，面包太爷吃，还油条呢，油条太爷吃，太爷不吃，太爷不吃，太爷有糖尿病，对，你太心疼我，你太心疼我。捉拿曹操是禀报，不是苞米啊，哦！禀报太爷。哦，好嘞。哎，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抬抬令令抬。我们俩呀，在这等死的。我就说得把寿衣穿上吧。什么叫寿衣穿上？把寿衣穿上。这儿有您的词儿啊！说完了吗？没有，这儿您的词儿。什么词儿？参见太爷。骂了，这下行。你劝我，啊，你见我，啊，你见我，你说我的，开始了啊！说你的词儿。
看见太爷。罢、啊、了，罢了就罢了。府邸不抬杠，都这样。恭喜太爷，贺喜太爷。啊，恭喜太爷，贺喜太爷。闻言喜从何来？你奶奶给你生一爸爸。不叫个二爸爸干什么？叫个二爸爸干什么？我爸爸独生子，我爸爸独生子。好样的！那怎么意思？是这小人将伺候。你爸爸独生子，你也独生子，你那两代单传啊？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爸跟你没关系，我的。说我爸爸跟我有什么关系？嗯，您说这词儿跟这戏有什么关系？你不要好的吗？要说您得说戏词儿，行不行？小人已将刺客曹操拿到。哦，好嘞。小人已将刺客曹操拿到，你有何为证呢？没有证据。耍我玩呢？没有证据，你说的，你说的，让我说，我你得有证据啊！没有证据，有证据，没有证据。哎，这证据，好嘞。有扇子为证，哎，扇子，嗯，这是宝剑。哦，有宝剑为证啊。从什么来？太爷官桥。哎。你演的这是荆轲吧？怎么还得刺杀本县人呢？承认吧，你看，你承认一关上来就行了。好像我脖子这地上嘛。有什么太爷宝剑为证啊？呈上来，端上来了啊！你非得拿着我，非得拿着。哎呀，误会，要死！你还要死？出来就是你什么都不，我是看见曹操这把宝剑，我害怕。哦，看见曹操宝剑你害怕？哎，对，你去大宝剑怎么不害怕？哎，多少？多少？没敢进去，没去。你敢进去，我都看出来了。我这一坐伺候。我去过，我也找那香港小演员。哎呀，好呀，想着了。哎啊，哎，宝剑入库，宝剑入库啊。亚面灵霞，上了，下回大宝剑带着我。哎，行行，欢迎香港小姐。所以就将此的桃押上堂来。押谁？押曹操。押曹操。对呀，曹操没来。没有曹操，捉放曹操没来。对，曹操得到你那演这曹操该上场了。我演的不是王顺吗？你王顺搁这儿了，该大花脸了。王顺就搁这儿了。对呀，搁这儿要丢了呢。那拿走怎么办？你这给我问住了。对，你就搁这儿了，丢不了。啊，丢不了啊，丢不了。你看着啊，没关系，我看着。好家伙，这有人呐！哎，对，哟，将这个曹押上堂。王顺，我就你搁这儿了啊！他说丢不了。哎，哎嗨！回去，怎么又哎呀哎呀？我不走了，我看着你。啊，跟谁说话？王顺，您这有点瘆得慌。台上您老听这个，大哥，您等会儿啊。您这不对，一上来不挨排呀。您是曹操，嗯，曹操一上来公家这大花脸吗？大花脸，大花脸说话得瓮声瓮气的啊。来，好，来也啊，来，对，又将此个曹押上堂来。来啊！康你来了！你跨上有了是吧？怎么这么就干人呢？曹操怎么这么大馅儿呢？做派吗？那咱也不懂，咱也不懂这太斗是什么火吗？行不行？那我搅和着。哎，来吧，左玉。就将此个曹押上堂来。大爷，啊，康你来了！我老看你迷路。看你那头一晃一侧的晃。大爷，啊，康你那头一晃一侧的晃。大爷，你这是按着轨道啊？怎么来回来也？不来也，去鱼也。这就走了，捉放曹就完了。您这还有四句唱呢。还有四句唱呢。四句唱呢。你快唱，你快唱。怎么我唱？您唱呢？我唱。哟，你是不是不会？谁不会呀？你不会呀？我不会吗？头一句啊。你说头一句是什么？怎么还？我考你。考这有什么考？你考不住啊。你说头一句什么？出龙潭入虎穴，躲在避祸。你慢点说。啊，你慢点说。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对吗？你是献这个吗？对 对, 对，跟那老牌一样。这可不就是老牌老牌。但是你说的这个有毛病。哦，毛病在哪？这不是第一，这是第二句。哎，好，这就是第一
那第二句是又得知中牟县自入网罗人，这是第三句。这是二一句。那第三句不出中牟县把滴水挨过呀，这是第四句。这是三一句。四句。三一句。那四句呢？给他们一句不会。这人说吧，这人说话我就不爱听啊。什么叫还看我的一句不会？谁呀？谁告诉你我一句不会？谁告诉你我一句？我现在就最后一句不会了。全告诉你吧，你说出龙潭入虎穴，躲在巨卧，又怎知中牟县自入网罗？又冲锋我且把滴水挨过，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帮？对，谁词儿？你的词儿。谁唱？你唱。哎。我不唱了，各位我不唱了。我告诉你怎么又不唱了？我才反应过来。嗯，我这师哥呀，真坏门啊！我哪儿坏门啊？他表面上我跟你学一个京剧，嗯，实际上他就是累我。我没有累。实际上他就是累我。你说你是上墙，你给大伙儿什么呀？你看我，哎，我一会儿我要摁他呢，一会儿我要挨害了，一会儿我要来也了，一会儿我小脸了，一会儿我大花脸了，一会儿我要曹操了，一会儿我要王振了。他多厉害呀！他啪搬一个凳子，他往台上一坐，他在这坐台。我坐台呀，我这叫坐台呀，这样算我坐来成，我来成，你没有，我来换戏，有换戏，来吧，来吧，换戏，这杨四哥曹操压上堂来，这就半朝换戏，曹操压上堂来，别着急，压上堂来，你等我换个准儿，压上堂来，老爷，扛起来，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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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捧来光在这光。干什么呀？
来上你的桃子还吃屎呢你上口出事出事你再念一遍你再再再来一遍杨桃桃子吃屎吃屎吃屎桃子吃屎江安桃桃子出世以来上归天子下归妻子怎么着我桃子我怕媳妇儿对媳妇儿拿了2万5000块钱别老抖了别老抖了赶紧吃屎来上归天子下归妻子下归、哎、下归父母岂可跪你这一个血血的血的你你大爷段子讲还是不跪呀当真不跪当真不跪果然不跪果然不跪哈哈好好的小伙伴也不跪我啊来人呐怎么样你